今天，小赛罗和爸爸妈妈正在家门口唱歌。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滴哒啦，它能实现小小愿望，有神奇魔法。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，准备好了，哦呦，一起探索吧。太棒了，爸爸，你唱的真好听啊！对了，爸爸，我看到小迪家在那边跳舞，我想和他一起玩一会，可以吗？好的，去玩吧，记得早点回来吃饭哦。爸爸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小迪家，你在跳什么舞蹈啊？我也想学。小赛罗，这个很简单的，跟着我一起做就好了。太开心了，我也学会了。哈哈哈，我好像听到了小奥特曼的声音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果然，他们就在前面。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贝利亚叔叔，我带你们去买好吃的，怎么样？小迪家，不要相信他，我认识他，他是贝利亚。我赶紧去找我的赛罗爸爸帮忙。赛罗爸爸，不好了，贝利亚要把小迪家带走，你赶紧去帮帮他。什么？贝利亚又来我们奥特村庄干坏事了？我马上就去。贝利亚，你欺负小朋友算什么本事？有能耐，我们去那边较量一下。赛罗，我听说你的能量本领变小了，那好，别怪我欺负你。爱你不胜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。赛罗大哥，我知道错了，饶了我吧。